舌尖上的中国掀起美食话题，幕后走顾问就是香港美食家蔡澜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，就喜欢哪一个地方的菜。把美食节目综艺化，在香港电视圈蔡澜是第一人，连台湾同行都佩服。蔡澜老师对我来说，他是美食界的007啊。这位美食界的007主持节目，身边总有美女相伴，游走世界各地介绍吃喝玩乐。这道台湾料理宣纸浙香扣肉绍兴酒入菜，肥嫩不腻，成功虏获大师的味蕾。也不会太咸，刚刚好，那个肉还是肥肉比较好吃。身为美食界权威，蔡澜不仅舌尖超挑剔，而且注重原则。要成为一个美食家，第一件事情就不能够让人家请客。年过70，竟然能靠吃喝玩乐赚钱。更多蔡澜的故事，请锁定周日上午9:30秀芳点题。